安多可以啊，昨天晚上洗了个澡就睡觉，到现在不吵不叫。去看一下小家伙们，总算给他打扫干净一下。到时候走的时候还得再打扫一下。这些小家伙在这卫生间里面就是有一点。安多啊，安多，没有上厕所啊，他到现在没有上厕所，他也没叫过。这些小家伙，在家的话养的话，可能还是得好好教一下才行。待会儿给他们翻新一下，再给小家伙们吃一点。早上喂第三次了。这家伙是不是不能吃特别多呀？但是他又一会儿就把它们吃完了，一次喂一点，一次喂一点给他们吃。小家伙，你们身上好臭啊！这是今天早上喂他们的第四盒了，就是早上起来喂了两次，中午又喂了两次。呀，你被挤出去了，过来。如果吃狗粮的话就很好养啊，不用每天想着给他们做什么饭。但是安多现在一颗都不吃，他一颗都没吃。很爱吃这个东西啊，就没了。小四儿，你吃到没有啊？被那看饭狗抢完了是吧？看一下安多这个呀，他一颗都没吃。昨天晚上有一点饭啊，我点的外卖有点饭给他，他全吃光了。安多感觉闷闷不乐呀是吧？来来来，又来了，赶紧吃啊。感觉这些家伙吃狗粮比吃饭吃的多呀，平常他们一碗饭啊就是他们得吃两顿才吃得完，但是他们现在一顿都得吃这个两三碗才够。哪个小家伙先来呀？四儿先来吧，好吧，我怕你们咬我。这小家伙第一次洗澡都比较害怕呀，不要咬我就好，不然这身上这么味儿这么大，有条件还是洗一下吧。狗生第一次洗澡啊，这四个，来，开始了。别动啊，从脚开始。哇，这个脚上啊，全都是，呀，稳当，不好，不好，哎，四儿，可以啊。呀，享受起来了是吧？四儿，哇，不跑了，现在享受起来了是吧？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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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冲一下啊！还好啊，不咬我，好臭啊！您身上，这沾了水这个味儿啊！安静的小姑娘现在是。小家伙，好乖呀，不叫啊。开始吧，不好。呀，很乖啊，小家伙，好乖呀你。翻过来洗好吧，先搓背啊，这么小。好可爱呀你啊，陈思源，你还没安多第一次洗澡怕呢。安多第一次洗澡像要给他煮了一样，你这都在锅里头了都不怕。好乖呀你。要甩，要甩是吧？好了，洗头。小家伙，可以吧？好乖呀、啊！你真的是捡来的吗？你真的是流浪的吗？
关系啊，你就在那坐着，等我给你擦干，擦干你先给你吹了，出去外面待着，小家伙。救狗翻新啊，第一只成功一半了。别动了啊，坐着坐着坐着，就这样坐着好吧。你这才洗了又往地上躺。嘿嘿，旧狗翻新一只，好了，洗这一只。不叫它，希望你也不要叫，它是最调皮的。好了，你俩洗洗你的小爪子。不怕不怕，容易洗出泡沫，说明干净了。哎，眼睛闭着。这个沐浴露吃了会不会有问题？你不要舔好不好？你来个抢啊，插队吗？等着了是吧？好了，不说干了。可以，慢慢适应了啊。以后你们就不怕吹风机的声音了。走吧，下一只。好了，你去玩吧。